各位朋友，刚才呢，我已经把公司交给了你，介绍了很多公司的外部的和内部的情况，大家听了你是不是很晕啊？确实是这样，我们给很多企业的高层进行培训的时候，他们也会有这样的感受。那么你如何进行决策呢？让我来给你做一些分析和帮助。在企业界，在企业中和包括做这个模拟软件也是一样的，在做公司做决策的时候，首先呢，你需要分析外部的环境和内部的这个资源情况，在这个基础上，你要得出一套理想的方案，就是你未来的路准备怎么走，然后逐步的分解。确定了方案以后呢，由企划部先算市场的总量，然后你算你准备在每个市场投放量，根据这些量呢，你决定你的价格呀、行销预算啊，也就是广告费啊，还有研发预算啊这些情况，然后紧接着就是生产部。生产，然后采购部买原材料和财务部呢进行总体的核算，这是一个循环的过程。不仅是前面的部门呢测算完了以后交给后面的部门去做，后面的部门碰到了问题也要跟前面进行协商，这是一个循环的过程。其实我们在企业中呢也是这个样子的。在我们开发这个课程的时候呢，我有一位同事是上海交大安泰管理学院的李老师，我呢请他帮我们写一些有关的课件啊，讲解的课件。他呢在上海交大呢查了很多资料，然后跟我讲说，他说于老师，在大学内呢很多资料呢都是把每一个领域研究得很细，整个的框架呢其实很少有这样的书来描述这样的整体的框架。于是我们借用了惠普公司的战略规划十步法，这门课程中的这个战略规划十步，我们把它浓缩为八步来给你呈现。这套课程呢在惠普商学院是非常的有名，一个人参加学习的话大概是收费10000多块钱一个人三天三晚的课程。那么不管我们做什么企业，大到一个集团公司，小到一个你去卖烧饼的，或者你开一个杂货铺，或者是商店，或者是餐馆，都是一样的，就用这样的一个步骤来实现。它包括首先呢，你要对市场进行分析，对客户进行分析，然后呢对竞争对手进行分析，这是外部的环境分析。紧接着呢确定你的理想方案，怎么样做呢才能是扬长避短，发挥自己最大的优势啊，而避免自己的不足和劣势。确定了这个以后呢，还要匹配公司的长远发展的目标，因为我们的目标并不仅仅是为了今天赚钱，也许很赚钱，但是如果过不了几天就会发现我们又没有竞争优势了，就会在亏钱或者是倒闭掉，那不是我们所想要的。盈利是一方面，更持久的盈利才是考验一个公司是否健康的一个标准。所以要想持久盈利的话，我们就要有一个公司的发展宗旨和方向。真正作为一个好的公司来讲，知道不做什么比知道做什么还要重要。所以确定了跟公司的宗旨相匹配和公司的长期发展相匹配以后呢，我们才要做计划实施。计划实施就是指公司的目标要分解到每个部门、每个岗位、每个人，每个岗位、每个人做到了什么事情，在什么时间做到了以后，才意味着公司整体战略的实现。所以这个就叫计划实施。所有的这个步骤做完以后呢，我们要用财务呢进行财务分析。财务分析我们通常称之为叫可行性分析，就是你公司这样做赚不赚钱，有没有那么多钱投入，都要做可行性分析。这些东西都做完以后呢，我们才开始第一个年度或者季度或者是第一个月的经营。在这个过程中呢，我们要做年度季度的这种经营的分析，实时监控，看看外界的市场有没有变化，客户的需求有没有发生变化，竞争对手有哪些的举措，不断的在调整。那么这个呢，就是从公司的外界环境到内部，从公司的战略面到操作面或者执行面的一个系统思考的过程。通过这样的一个过程以后呢，让大家能够有一个比较完整的观念。到第二期之后呢，我们会再加上一个市场变了，对手变了以后呢，我们的战略战术要进行调整，然后还是企划部啊算这个销量，然后行销部啊、生产部啊、采购部、财务部这样来做，形成这样一个循环的过程。我们在世界级企业工作的时候，其实每年都是从10月份开始，
公司从总部就开始下任务，从上头层层分解到每一个人的头上。然后呢，我们大家会提出意见，我们认为，哎，这个方案中哪个数量我们可以多一点，哪个可以少一点，哪个任务哪个区域多一点，哪个区域少一点，我们做非常详尽的计划，再报上去。这样通常要经过2个甚至3个来回儿，才能够把这个计划，把明年第二年的计划做出来。所以呢，这个过程其实从10月份一直持续到12月底，甚至1月份这么一个过程。所以这个过程呢，就是反映了我们的公司的这个战略、公司的方向或者公司的任务，从上到下，从各个部门的一个逐层分解和落地的过程。所以通过这样一个过程呢，我们希望大家呢能够建立一种系统思考的过程。就像胡大同说的似的啊，低层次的思考是对事物的知觉，就发现这儿出了一个什么事儿啊，我就怎么来解决，啊，就是从表象上来解决，就是头疼医头，脚疼医脚。真正高水平的思维、高层次的思考是什么呢？是能将所有的事物看成一个系统，而对这个系统有一个感知，从整体上、系统上发现问题在哪里，找到关节，形成一种整体的观念。所以这样呢，才能是一个系统思考，才是一个更高层面的思考。好，所以呢，这就是希望帮助你建立一套系统的思考，并且进行你的决策。好，下一节我们来谈谈，如果你做了一次决策之后，你怎么来看结果？有的人其实并不知道怎么看结果，也就不知道怎么分析和改进了。所以下一节我会帮助你进行如何进行经营成果的分析和改进。